一個咧就係、是、Sport Mode 啦，最快噶啦，呢、這個 Mode 已經係。咁我哋可以扭去 N Mode 啦，慳油啲，慳電啲。咁就咁樣啦。如果想再慳啲嘅就可以，佢而家就係 N Mode 嚟嘅，都係仲係。咁我哋去埋個 Econ Mode 啦。這個就是 Econ Mode 啦，Econ Mode 的極速就是這樣，都 OK 的，都挺靈活的，都 OK 的，夠用啦，夠玩啦。哇，會不像太天單手，因為同太那個左右方向錯了，搞了很多，現在臨時臨急叫做臨時拉夫，亂鳩咁整，純粹時機。